下感想。现在在七星潭，我刚下车遇到台风啊。旁边的车看到我们下去之后，直接回来，就纷纷的不下车了。我这里有个四把高地，你要现在这样去高地？我是不想现在去高地啊。早上可以在这边吃早餐欸，这是其他人的房间。其他人的房间看起来比较大。我们是阁楼啊。对，我们是住在阁楼里。阁楼。还有一个
户外的浴缸。车上了，要去海滨公园吗？没有想过海滨。